其实在台湾的三军里面包含这个陆海空都有各自的雷达系统啊，比如说有强网啊，或者是海军的这个大成系统。那其实在过去大家对海军的这个雷达系统来讲，很多人比较有的概念就是什么，你知道，比如说在雷达站上面，那像陆军他自己本身也有嘛，所以你看像高山的雷达站，它基本上是针对这个空中区域或者是远区域的。可是因为雷达设置的关系，它的高度包含雷达有它的这个所谓视角的问题，所以它某种程度一定会有些死角。所以为什么陆海空在各自不同的这个军种里面会配置不同的雷达？那海军的部分当然就是针对海面上的这个平面的这个状态。那其实以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苍穹机动雷达车来讲，这个车子基本上来讲，它就属于是海军的陆地雷达站。你用这个方式来想就可以了。但问题是，过去我们在看雷达站的部分，因为都是定点的这个所谓的雷达站，所以非常容易被侦测。第二个就是说，我因为在这个所谓的我需要侦测的这个位置上面，因为我们不可能是360度，就基本上那个其实就是在高山上面。比如说我们过去所看到蔡英文总统去的乐山雷达，那个大概在高空上面，高山的部分大概都可以全面侦测到。可是如果对于近岸的这一块，比如说我比较接近我这个我们比如说12海里的这一块，那我可能雷达因为还是因为有雷达死角的关系，所以我可能这样子打出去完了之后，这一块会变成是一个空窗。那我如果用固定雷达站的方式，其实很容易被什么？很容易被侦测到。那被侦测到了完了之后呢，那人家既然知道你雷达站固定阵地在哪，我就很容易把你给攻击掉。所以其实对机动雷达车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基本上它也不会满山遍野跑，你知道，因为它每一个车子就是说它买过来之后，事实上雷达我不需要它其实高度重叠。就像我们这个视角的部分，比如说我这一段里面我是这样，那我下一段我其实我就让它重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所以我的面积就会相对变大。那所以我不需要让它这样到啊，我不可能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空窗在这里。所以每一个雷达车混雷达站，它某部分来讲，为什么要设置在那里？是因为它需要让整个东西是五十角。可是当我做成雷达车的意思就是什么？你知道？当我还不需要，比如说我现在针对比较近岸的这个距离来讲，我不用常驻雷达站在这啊，因为这里平常不会有其他的进来。可是如果今天真的到战争的末端的时候，也就是说我的可能海优的那个海优的部分，我可能已经局部丧失了，有人要准备登陆了，有人已经突破进来的时候，这时候我的近岸雷达怎么办？我的雷达车这时候就可以出动。所以它可能不是针对一个长距离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征收的这个距离，对，按照阵地的高度先强调，因为你如果你的这个雷达车走的位置比较低，你的距离就不会拉得太长。那你如果往高山走，基本上来讲，越高的地方，你的雷达征收距离就会越长，有点像基地台概念，你知道吗？你如果太低的地方，它可能就这个位置，高一点就会这样。哎，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越高的时候，基本上死角就会越多。Okay.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在那个参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讲说，让这个解放军舰的这个舰艇无所遁形。再来就是说，它的这个雷达系统，比如说以海军大臣来讲，上次熊山啪啦一声打出去嘛，对吧？那这是海军大臣他们自己本身在掌控。可是现在把这些雷达系统给整合之后，它就可以其实作为熊二的这个反舰飞弹跟熊山大家就比较有概念了啊，就它其实在这个整个的那个数据 link 完了之后，会回到它整个大成系统里面去的时候，就可以对这些飞弹来进行你要精准命中的这个射击，里面帮这个飞弹提供雷达导引的一个情况。所以，但是240公里、130海里也蛮长的啊。是长啊，是长。所以我刚刚讲，因为他跟这边也强调嘛，依照阵地的高度嘛。就我如果越高的时候，我基本打的距离又远嘛。可是同样的，因为雷达还是有个死角，所以我在低海平面海拔的时候，我的死角是这样。那可是我如果在高海拔的时候是这样，所以相对的这一块的空窗就会越大。那这个其实它有空军的部分，那个我们就空军跟陆军的其他的雷达系统，所以它不会是各自。所以我们比如说像在这个洞里面哦，在洞里面的时候，它其实是三军的雷达系统，其实全部都一起整合在这里面，而不会说空军就打空军的，海军打海军的，其实是不会这样的。原来如此，但这个熊二跟熊三飞弹，意思是说，如果跟这一台合作的话，先侦测到。然后熊二、熊三假设要发射就可以比较准，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说我们基本上，比如说以熊三飞弹来讲，它除了是我自己这个，以上次这个误射事件来讲啊，它其实没有雷达导引它。因为它是一个误射事件，偏偏就这么准。对，那所以其实飞弹来讲，比如说以熊山来讲，它除了我今天给它的这个所谓的雷达导引之外，还有一个就它自己本身飞弹具有搜寻的这个系统，所以它不会，它有时候基本上可以做到事后不理啦。就我打出去完了之后，我即使我路上的雷达没有去给你进行引导，它自己会去主动搜寻目标嘛。所以那一次误中到渔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在那个渔船的那个船舱的正中间直接穿过去嘛。那可是大家会觉得说，那时候为什么它会直接这样正中穿？其实不是因为
会雷达导引它，而是它前端有那个热能的那个搜寻嘛。哦，感测器。那个船只其实它整个都是纤维做的，你知道木板跟纤维做的，基本上不会发热。可是它真正击中的是因为在船舱里面的发电机，它里面有一个嘛 daily， 你知道，它往那边打过去，所以它那个基本上雷达最热。雷达它自己本身就是飞弹自己本身，它也会去做这个所谓热导引啊。其实昨天还有另外一个战备，这个据说也是第一次在镜头前面这么清楚的公开。M1 洞9叫做新式特战突击艇，这个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那种快艇，对，有点像小快艇。然后这个外面是用特殊的纤维做的，这个到底要干嘛？好，其实我们过去在讲陆战队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讲说，第一个快速打击嘛，第二个就是说我可能特种部队他要在做敌后啊进行这个渗透的时候，所以很多你在电影上面看到，比如说海豹啊，或者什么这个三角帽、绿扁帽啊，这些三角洲部队，他们其实大概就是你会看到他们就偷偷摸摸的坐着那个小艇，有没有？然后或者是气垫船，然后大家无声，然后大家都不讲话，那慢慢潜进去的。可是那个是在渗透的状态之下，可是因为作战的，如果真的到战时的时候，其实速度很快。那速度快的时候，其实这个突击艇它就很重要。为什么？你知道，你从这个艇的部分，你会来看起来它的构型跟原先大家所熟悉的小艇有点不太相同。为什么？第一个，过去你在看到海豹啊，他们这些所谓的渗透用的小艇是平面的，它的艇的艇面这个地方是平的，就是没有高出来就对了。但这个是三角式，是尖形的。那尖形的基本上它就是在航行的时候速度会快。那你如果是平的这种，你知道，因为你慢慢滑不会有声音嘛，哈啊。再来就是说，你如果是平面的话，你高速的时候它那个船那个会这样子晃。那这个不会，这个基本上就只有上下而已。所以你看高速舰艇的话，基本上它的这个船底的部分都是作为尖形的。那这种的这个舰艇，你就会发现它基本上强调的叫做快速运动。所以它自己本身它的武力的配备来讲，你看50机枪、榴弹枪、70架，这个都还好啦，其实都是机枪嘛，因为这个都是近距离的。所以这样子，它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你可以看到它主要执行是港防征询的任务，也就是我们过去在这个作战响定里面哈，我们会发现到最近这几年台湾在这个所谓的汉光演习里面多了一个响定，就是如果敌方要攻击我们，它可能会有机反渔船。那它的机反渔船，第一个体型小，第二个它的马力大，然后速度又快。跟大型船只比起来，它其实机动力很强，所以你看我们最近海巡署做的买的这个船里面，其实都往小艇里面做，就比较小的船只。那这一块其实就更小，所以它代表什么？你看我在港防征询的时候，你想想，我大准备你杠，我爱谁哇顾叫或者谁就来逃。那我这个小艇不用嘛，我的人在的少，所以它在侦防任务是重要。第二个是什么？你要在战备阶段的时候，它会提升负责近岸3里的海上警戒。你有没有发现近岸3里？那这代表是什么？你知道，我进入到战备阶段的时候，也就甚至我到战争后期的时候，12海里那已经破了。对，也就是我的海优取消掉了。好，我们现在强调的我的海优已经不见了，那可能已经有敌人的船只或什么的进入到我的近海里面。那近海我其实要的就是要快速反应了，我没有办法慢慢派大船啊，慢慢来这样。所以这个里面它就会负责在这上面的作为警戒。那你可以看到这18艘的这个突击艇要配置在什么地方啊？目前传出来的讯息是说，它会配置在苏澳啊、左营啊、乌丘跟马公。那其实他会比较注意，比如说像乌丘跟马公这个，这些都属于这个比较前线的部分。那像苏澳、左营，是因为海军本身自己就有基地在那个地方，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嘛。所以在第一线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基本上大家在快速反应作战里面，因为海陆还有一个啦，就大家比较对海陆就是抢占滩头堡，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到作战的这个阶段里面，他绝对不会是派这一条船说，哎，你们5个人给我上这条艇，然后上去之后抢了阵地之后，都宰你家己去爬，不会这样啊。那后面伴随的一定是大部队，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你渗透进去，我不是要你不让人家知道，我就是要你进去抢占地形要点，完了之后建立滩头堡，我的大部队就从这边进来。那个其实作战的那个节奏跟它的速度就会非常非常快。